重要一点，就是说他接了台八以后，台八跟我们的国一、国三啊有接哈，所以变成未来哈三条横向这个纵向的道路哈彼此得到一个连结哈。那我们看台南的这个路网哈，北边就是台八市有到这个西滨，那这条就变成国八哈，然后接到我们的这个正文西桥，也是到西滨哈。它是对于整个我们七股跟安南哈的这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桥因为它跨过正文溪，再往南就是台江国家公园，所以它在环保生态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哈，包括它的肉墩，包括的刚才我们局长报告的它的造型的设计哈，因为这里整个台南的这个海边。这里是包括候鸟哈、水鸟哈的构建，那另外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这个栖息地哈，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多力气哈。我们也可以想象，未来这座桥在整个正文溪的这个出海口，所以它势必是一个安全景观的一个大桥哈。我觉得它除了在安南跟七股的这个。整个的观光的发展以外，对台南市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哈。无这条路的情景下，算交通较无方便。咱若假使要对安平过，你来个对国姓桥，走你安民路，走你这个汽车大众路车，靠有法通去通过到安平。所以这条若通了，直接过，通过咱土城，通过咱到咱安平，这条要通过到咱安平，未来会咱地方带来繁荣。佮带来大发展安尼，人家有生意的，做生意有大家有钱赚安尼，这是阮做地方基层的一种想要看的这个愿望安尼。掌握市政三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2005年到现在17年，所以地方也盼了很久，但是很多公共工程都是一棒接一棒，一步接一步。赶快台61线赶快连下来，不仅是对地方一个重要的事情，也对台61线的整体路网的行程也很重要。因此呢，我们都很谢谢很关系各位里长啊，各位议员各位立委，大家都非常关心，千呼万唤始出来。那现在我们的新建经费现在到96亿，终于能够这个成功的开始要动工了。谢谢王部长能够最后拍板定案，也谢谢各位会当这个划时代对咱台南市的交通，对台61线的整个的贯通，台北的流通足重要的，会带61线闸门溪桥会当这个动工，刷来过闸门溪了后进入安南区，伊的路线大家嘛足关心，希望接下来一直继续做，一直到高雄安尼。南高之间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路线就会更完整。六十九届欢喜看1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，今天是连假过后第一个上班日。但市政府上午分别在明治甲永华举办新春团拜，大家互相恭喜，场面相当温馨。面对新的一档的考验，市长黄伟哲表示，一定甲团队做好应应，同时卖甲中央新的内阁彼此合作，持续来拼经济。连续假期过后，第一个上班日，市府伫市里民族关心乐团温馨喜气的演奏声中，市府举办各局处联合新春团拜，大家互相恭喜，场面是热闹滚滚。会长市长吴伟哲除了感谢过去这一年来团队的辛苦努力，赢得市民有感受的进步以外，嘛，伊甲所有员工勉励，期待新的一年面对多变化的国际局势，一定要提早做好应应，并且甲中央新的内阁密切合作来拼经济。不会员必须要来，这个观察到整个国际的整个政经局势并不是特别的好。那尤其在地缘政治上面，更尤其是在两岸方面，我们都必须要这个非常非常的。
这个警觉，那也要在自己能努力的部分要做好充足的准备，以及做好这个拼经济，把经济拼得更好。因此呢，我想市府团队在这方面做好准备，那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市府跟中央的陈建仁院长、前副总统陈院长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团队密切合作，那能够这个让台南更好，那同样的也希望能够让台湾更好，这一点台南市准备好了。新春团拜包括第一摆以副议长身份出席的林志典，以及新科议员林义庭、甲周家伟等平台，嘛拢到场甲大家交流。会后所局处的同仁代表嘛，一一甲市长翕相留念，替家己伫新的一冬加油鼓励。台南新闻军旗何乔邦采访报道。台南市土城国小游泳池对客人高达已经11栋，近年来因为地皮和设备老旧需要整修，学校初估经费需要300万。日前向前议长郭信良和立委陈廷辉陈情，上午体育署和市府体育局共同来会勘，希望积极来争取补助。台南市安南区人口大约20万人，不过各中小设立游泳池的学校却只有3座。其中土城国小的游泳池自民国99年完工启用，到现在已经11栋。除了顶面的防晒网抹完过，地坪甲墙面因为破损严重，必须要重新整修。但碍于经费，加上学校阁无属偏远学校，会用个争取阁较侪经费补助。因此，透过前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来陈情，希望争取中央的补助。游泳池呢，已经伫柯南台就做较紧咯，啊，事实上也腐蚀的，迄东西甲柯南市，那也都有逐渐在腐蚀了哈。那学生的使用功能都非常的大，包括咱的前朝国小啦，邻近的区三瓜国小啦，哈，学东未来的话，包括显工啊，甲咱的西侧，甚至呢，呀，咱的南平买档来加，那造就了很多学生训练的场所以后，一个溺毙的事件在开平啊嘛，也减少了很多。那这个设施已经这么久了，有破破烂烂啊，学童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的危险，所以麻烦陈廷辉委员。还有体育局呢，教育局、体育署一同来这边来做个适当的处置，改善整个的环境，让他们有好的学习的地方。希望讲咱土城国小其实会当予社区使用，会当予学生使用的一个游泳池，应该予伊有加倍无同款的感觉。啊嘛，感谢着咱今仔日体育署的教授，然后佮转位落来除了专业表示一个经费的支持以外，上主要伊嘛甲咱什么上新的功法吼，伊要做的做好啦吼，卖讲安尼做诶一半，所以他们也提供最新的功法，会当讲互咱的整个游泳池会当焕然一新，会当提高使用率，啊，包括着咱的厝顶的问题，咱厝顶未来要安怎即、這个伫太阳能的功能可以发挥，那怎么能够让我们这个囡仔咧游泳的当中吼，嘛袂感觉热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伫咱这个厝顶加盖部分，啊也可以加倍在太阳能的使用当中，吼会当节省着咱的能源，也可以让我们的这空间再利用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达到了一些共识啊，但是后续。各有一挂天数爱做，就来拜托市政府来协助。对此，立委陈廷辉上午邀请到部体育署、甲市府教育局来会勘。伫个体育署专委甲两位专家学者的建议下，希望地坪会用个以洗脚的方式来施作，甚至为了一劳永逸，围墙嘛用个设计洗脚的方式，避免油擦，日后退烧阁需要来重新施作。至于游泳池加挂增设太阳能的部分，专家嘛建议，如果加挂将影响到游泳池的日拍时间，恐惊会缩短游泳池一冬的使用月份。随后一行人嘛前往北区的公园国小，同款是游泳池墙面的问题，希望校方会用个重新搬进，体育署嘛用个补助经费来整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
年假几日开始恢复上班，不过真侪人也是失业伫厝。但是根据统计，台南市失业率都连续四冬创下六度失业率上低。几年以后，劳工局嘛表示会持续办理征才，替民众找头路，并且每下企业找人才，创造双赢。年假过后，属龙工商拢回到家己的工作打拼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去年的失业率是3.6%，拄仔比全国的平均失业率较低，在六都当中嘛是上低。而且对2019年到2020年，失业率在六都已经连续四冬上低。局长表示，并无因为这款的数字满意。以后会持续举办征才，解决民众找头路以及企业找员工的需求。一个就业机会，还有企业缺员工的部分，大家要互相来做努力的。当然，我们在韦德市长带领之下，启动我们台南的双引擎，就是南科跟沙仑，前队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各级市的努力，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，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四年是六都最低的部分，而我们不能这样最就满意，我们还是再次必须要更努力的部分。劳工局表示，过年后分别在安平等九个区域都会陆续办理征才，预计有40多间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工作机会。另外，面对企业持续欠工的困难，市府会落实外籍移工变成移民政策，让符合条件移工会当申请永久居留。因为你要移工变移民有一个机制，第一个要考过相关的技师证照，另外一个部分可以我们在大专院校里面得到副学士的部分，这是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。所以我们去年也开始跟关田工业区、新营工业区来启动培训相关的考对高机、考吊车。那这一部分东洋因为它的移工是比较多，它单独能够成立专班的部分，那我们可以用双轨的甚至多元的这样来抢到人才，培训相关的职能的劳工进入职场。过年后嘛是一波找头路、转换跑道的时机。劳工局2月1日开始就展开就业征才，欢迎有需要民众会当上劳工局的网站查询。台南新闻军旗何乔邦采访报道。对大家欢喜过节的时，不过警消人员拢需要坚守职务，为了因的辛苦，市中委特地春节期间特别前往离婚局甲中正分队，另外开春以后则再巡，为了冲传统市中的买气，市中嘛专天到北河办活动促销，希望带动人潮。春节期间，警察消防人员依然爱坚守职务，守护治安、交通甲消防安全。所以市长每天伫春节期间，都来前往市警局第二分局递赠加菜金，慰劳大家。嘛，到上局中正分队感受拍火兄弟所营造的团结气氛，为大家谋菜慰劳，强调只要火锅，无爱火灾。开春以后第一场接财神的活动，市长吴铁也特别来到北河公有市场，发送50块的市场抵用券，也够促销加码抽福袋订贺康，气氛是闹得滚滚。希望说能活络哦，虽然过年大家买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不管是游客或是返乡的游子，或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，大家都到各景点地方都很热闹，但是有些我们市区的或者说乡间的乡镇的的这个一个市场传统市场，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振兴。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消费，能够让带来商机。那台南是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来台南哦。市场处表示，针对受疫情冲击的传统市场，市府都来协助促销饼人气、冲买气，卖持续获得软硬体，打造优质的购物环境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
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，从古至今，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。近年，预防医学观念兴起，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，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。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，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，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。此外，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，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，像小分子生态、胶原蛋白等，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。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，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，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。人类都是爱美的，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。目前国内大概有40,000多名的医师，其中10,000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，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。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，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。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，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，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，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。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，自从国中毕业之后，有看到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，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，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。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，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。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，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，包括像音波拉提、多功能肤质检测仪、无针离子美容仪。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，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，像是化妆品调制教室、彩妆教室、造型教室、SPA 生活馆、医美技术教室、情境模拟医学中心，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。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，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，做中学，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。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，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，例如像艾尔利、益群、佐登尼斯集团等。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，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、美容医学美容师、美容医学咨询师等，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。就读我们医美科五专，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，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。实习期间，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，让您生活无余。所以，五专医美选华医，许你直癌一生美丽。农历正月初六是清水祖师圣诞，四分省龙山市特别在过年期间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请全国各地信众拢来组织为清水祖师祝寿。庆祝清水祖师佛诞，全台开启四分省龙山市，为二九暝开始就安排了开庙门活动。同时，为了让信众在新年一开始就好彩头，特别发送开运红包，请真侪民众到场所处。阿 Q 爸，看这里 ，Q 爸，然后谢谢阿伯阿姨啊。这我惊，我惊，这。不止开运红包让信众开运，为初一到初六，庙方特别安排了过七座平安桥以及两星桥祈福仪式，保佑信众平安顺遂。
啊，咱今仔日是咱清水祖师吼，啊，咱是做个迄个圣诞千秋，啊，那么长哦办平安宴，啊，今仔日下早呢，阮拢是一定爱办这个平安桥吼，啊，来或者城南新路，大家来遮过平安桥，会当安尼一冬，大家拢会当安尼平平安安。顺顺利利吼、哦！四群星龙山寺伫初五也举办了平安宴，宴下各有奖交袂景，市长吴铁、李伟王定武、议员蔡小辉、曾之杰、蔡小薇、蔡忠豪，也拢庆祝到场祝贺。今仔日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欢喜，在一万分的荣幸，盛况空前。咱遮尔啊济好朋友吼，拢来咱龙山寺来甲清水祖师。来庆诞千秋平安宴的大日子，我想而且当年的正月初五拢是咱啊这个哦平安宴的日子吼、哦，所以已经有一个足好的传统，嘛感谢咱吴理事长哦吴主委，以及各位委员，大家对着咱地方的这个付出跟努力，和咱的情侣组数的信用哦，会当非常非常的传承。全台开机四群星龙山寺为二九暝开始，就一连串的强调清水祖师佛诞活动，现场热闹佮虔诚的气氛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信众到场接受佮祈福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将会找到天公星，台湾首尾天团吸引数万乡客，将庙内庙外客家满满，连拜拜天公金拢对干那一座小山同款，做回透过镜头来看下盛况。农历正月初九是天公星，初八也未到主时，台湾首尾天团就已经客满，要向玉皇上帝祝寿的灵雕，信众再来贡品，展现虔诚之心。庙方也为信众准备了平安圆以及平安卤面，予大家吃平安。今日是迄个正月初八，一般诶，咱咧俗语讲就是天公生，主事开始。啊，每一冬台湾许多天团，有迄个咱咧信众千千万万拢来祝福。咱的玉皇上帝的生日，啊，我嘛希望讲，咱台湾首尾当祝福，哦，咱国泰民安，啊，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伫天公生即天，市长吴铁、立委陈廷辉、议员陈怡晶、蔡忠豪也来到首尾天团为玉皇上帝接收。完成祝寿仪式后，寿庙天团竟准备了一千份开运红包以及四百份钱帽，要分送给现场的信众，祝福大家年年春、年年富、年年健康大发财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同款嘛是庆祝天公生的消息，永康凌霄宝殿武龙宫伫正月七八暗时十一点，就举办玉皇上帝祝寿大典，用道教的传统科技去上清信众团拜，场面相当盛大。永康凌霄宝殿武龙宫千灵团拜玉皇上帝祝寿大典，遵循各类传统数十冬至今。每当正月初八按时在点举行玉皇上帝祝寿大典，已经成为代表传统。真是信众自细汉开始参加团拜，祈求新的一冬万事顺利，阖家平安。今年特别邀请到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煌、立法委员林益景、永康区长陈姓南担任主祭官。台南市议员朱振轩、林冠维、林彦柱、黄兆辉，民进党台南市东部执行长张孟辉等担任管理官，典礼庄严隆重。祈求好天，金发至尊永上帝，慈悲开恩下罪，祝福大湾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龙宫香火鼎盛，并护国佑民，庇佑中华民国国运昌隆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庙方主委王大明表示，武龙宫是永康区的信用中心，每当的新春文化节，
庙方拢会举办年节活动，点礼刀灯、光明灯、财神灯、太岁灯，过七车平安桥，正月初九天公生也会举办玉皇上帝祝福大典，千灵团拜活动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传统。而且每当参加的信众是愈来愈多，还有外圈的信众参与。庙方并伫正月十五元宵节举办元宵摸彩活动，庙方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参加。但是文章所为采访不得。感谢收看一月三十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，我是郭文杰，咱再会。